上前跑，迎着冷眼和嘲笑。我以前活得挺累的，当我后来去决定接受这一切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活得随意一点。最后一句，我说声音跟遗传绝对的关系。他说可是我爸不是这样子。我就说那我觉得你的声音可能遗传自你妈妈，你妈妈说话一定像风铃一般悦耳。他听到这句话之后，他突然就笑开，就说真的耶，我妈妈讲话很好听。选手的家长来到了我们的长沙，为他们加油打劲。那个华华没让他爸来。还没反应过来，因为我跟他母亲不是离婚嘛，这个对他有所打击，他这个自闭症就从那个时间开始压抑，很压抑。我会很怕吗？他在参加这个比赛，我觉得到最后他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。我觉得他最想要的是帮他父亲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人爱的人。刚听过今天晚上舞台表演开始，怀中冷却了真正表演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八星影踪，天空海风你与我，何会变谁不再变？原谅我这一生百劫放纵爱自由，哪会怕如果有一天我有小孩的话，我可能会用我爸教我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小孩。